位在庐山温泉的上方，就是庐山部落，族人统称为波瓦伦。而富士是日本人取的名称。自从发生雾社事件之后，日本人在1932年强迫德鲁布群的波拉瑶部落迁移到波瓦伦地区，而最早迁入庐山部落的是胡纳兹、西堡和斯拉卡三个部落，而晚期迁出来的部落为布拉哈部落。我是阿朗斯拉克的人呐，好，米，卢丹那米，那他那米是比较亚米，那他米突然间米，我看那米跟他不拉要个，那他米突然间，米，木下吉跟布库伊那西达多，斯库兰尼洪卡，库里萨乌，卢丹木达，阿公阿妈木哈西达，布拉在米啊，木达林阿朗胡纳切个，阿朗胡纳草，阿朗胡纳切，我看阿朗斯拉卡，阿朗那米西达个，米。Alang terumah ya, mi kira kendudun tajin miah alang sedak ini ka akong mumi ama rudan sebiau dega, kira senegun kendatak teruan ka tama bubu murida, tena strong ka tama bubu muda sih dah, miah do kira asih iah semadu sapah kira supu dah tama bubu niya alang sedak ini dah, ni madungan alang sedak kahangan alang ini o ruan deksia.Mestak balai ka alang nami kulit rumah ini kas biau kita ngadan alang sedak ka I alang nami ini. Nak teruan ka alang rudanmu. Kita buku itu mehtajin alang huji buarong ini dah. Ni sa alang buras naga kita ngatmi ni kandas biau. Ada dahan san kanaka.Lu sapah do ngat kane kan do musa kembuah baraga da ke kangalan da alang buah kaga da sakia ka imi ne da la mi braya ha mi menam taji do alang buarung sina rabi buarung sina ai ha ni buarung sina ha buarung kali sijak manika imi ne ka broken broken Imin apa ni? Kau ni sudah ayat. Kau ni. Rumah nak kau ni. Imin nak kelar utas biar. Utas rumah nak kelar. Kau ni sah ni. Buah apa suka? Oka dah. Oka dah. Kalau itu. 这个地方哈，我们称之为这是阿当布鲁根。
阿兰布鲁根在中文的翻译里面我们叫做葫芦镜部落啦。那这个地方的部落也是来自于布拉瑶部落，也就是来自于深山里面过来的。那这个地方的地名哈，那主要的名称是因为这个地方都是长梧桐树啊，那是因为梧桐树的名称我们称之为叫布鲁根，所以称这个地名是就用布鲁根的名称。现在所站的这个位置上啊，是来自于我们这个以前在德鲁古啊，那个阿当布拉尔，也就是布拉尔部落这边的人哈。那布拉尔这个地方有一个地方啊，他们的名称就是巴伯亚勇，就是在河床的下面，他名称叫巴伯亚勇。好，他后来是迁居到这个位置上面，这个地名哈。后来到庐山部落，他们也把那个地方，因为那个地方是比较干旱的，在海河的那个旁边，所以那个叫做这地方的地名叫做阿当古短，啊，那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前面这个地方所称的，就是啊古罗虎，那是用国语这样翻译成古罗虎，在我们的原住民，我们这个布拉尔的语里面的话是，它是讲说古短，古短就干旱的意思。现在就可以看到了这个地方啊，这个就是当时哈，我们从布拉尔部落这个地方，好，布拉尔部落这里，那布拉尔部落这地方大概有五个部落，啊，五个部落住在那个西堡的，我们布拉尔这边住在西堡的一个部落的人，全部都很多都从那个天主堂那边这样过来住在这里，有一群人，好。那还有一群人是，就是有的是从我们德鲁古部落那边有一个叫做德鲁晚部落，也就是平和部落那边的人，也全部都迁到这边来。那所以布拉尔部落里面的西堡，还有我们德鲁古部落里面其中一个就是德鲁晚的人，也有一些人是集居在这里的，因为他们都是因为亲戚关系会住在一个地方，那就是现在这个位置。那现在这个位置里面叫做西堡，也就从那个对面那边称这个地名呢、啊，叫做西堡。面对前方布卡山中央的冷线是兜大和德达亚的领域界限。我们就以布卡山的这个地方，中央这个零线这个地方，我的右手边这个基本，那个就是德达亚的界限。我的这个地方的布卡山的这个中间这个位置，然后林县这边啊，我的左边这边的整个的山脉是属于兜达的，含现在我在的位置都是兜达的一个势力范围。那在云的那个山峦的上面山边那个地方哈，那个地方的那个山峦那个地方，就是我们所称之为乌苏兰的一个部落，好。那在山峦的在上面，乌苏兰的上面那个地方就是马赫坡山，好，马赫坡山这个下来这个地方就底下呢就是马赫坡岩窟，山脚的这个地方的就是马赫坡岩窟，在这个山这个地方，日本人称之为叫做富士山，也叫做母安山，后面那个山啊，就会到了我们的那个白石山过去，啊，那个位置。乌苏兰那个地方啊，那个地方的地点啊，其实是早期的时候，我们那个德鲁古在花莲的德鲁古啦，然后我们这边的赛德克哈，他们那个时候乌苏这个地方是猎人头的一些很大的一个放那个骨头的地方啦，那就是从老小就是它会聚在一起，那就是在乌苏兰海拔差不多将近2000公尺到2500这个地方，刚好那个地方是。德鲁晚部落的那个上面的水源头。乌苏兰的地方是什么？我们的地方是什么？我们的地方是什么？我们的地方位在庐山温泉山顶上的乌苏兰，隐含着过去族人猎手文化的神秘色彩。前面的七来山南峰就在我的这个位置上，因为在1896年那个时候。德鲁古布拉尔那个地方的部落的人哈，
就因为把日本人啊，也就是森捷大卫等这个大概十八位的一些人，他们探勘人员哈、啊，那么对我们在对面的这个能高山，啊，也就是我们能高山这个地方的有一个，就是天池山庄那个附近有一个溪流，在那边我们就把它干掉了这样的啦，啊，所以因为这个原因，啊，日本人就封山十年。然后从1896年到1906年，就封山。然后我们那时候是也慢慢的被强迫迁徙。那我们是在1928年那个时候就迁徙到这个地方来，所以我们就全部先迁徙到三个地方。一个地方就是我们这是阿当啊Kenari，Kenari那地方就是在河谷底下，然后在阿当斯达底下这个地方，那个是一个地方，从阿当Kenari。到阿当布萨滚，然后阿当斯达这地方，我们都居住在这里。另外一个地方就是现在的马河坡，我们有一些人是就给他画在那个河谷那边了、啊，就是要叫我们自生自灭了。好，第二个地点是给我们在前面这个地方的布拉鲁，因为那个时候那个地方部落因为有发生大地震嘛，后来那边部落的人都没有了，都死掉了嘛。1930年之后呢，雾社事件发生之后啊，那然后这里的都是斗打的人嘛，啊，他们还是不是很对那个莫纳鲁达他们很好嘛，但是他们是都是亲戚啦。那实际上是斗打有没有参加雾社事件呢？实际上是有，斗打也有分两派的势力嘛，是这样的。所以我们从布拉雅那边这样过来了，所以1931年的时候，我们就从这些谷底啊。就迁到现在这里啊，这里原来的土库达亚的人全部都到川中堂去了。我们的这个布拉鲁温泉，它是一个部落，会有名的原因是布拉鲁温泉这个地方有名，是因为日本人时代的时候，他开凿了两个的一个温泉地，一个就是我们的呼吉温泉，一个是呼吉的源头是在布拉鲁这边。布拉鲁温泉，溪床竟是沙石和木头，一望蓝白溪水潺潺流动。古老的吊桥横跨小溪，山谷围绕一片翠绿，沿线都有热泉涌出。那洗澡的地方在这里，那个这个都是一直到上面都是温泉，用手挖就有了。只要稍微挖一挖，热泉就从溪底涌出，池子旁就是冰凉溪水，只要选对位置和温度。享受冷热双泉的乐趣。布拉鲁温泉这个地方，我所站在的地方底下，你随便挖一挖就会有温泉水，所以你可以看到了，前面这个地方他们积了，那挖一挖也是有温泉。前面这个地方啊，就是大粽子啊，大家就涉溪过去就有冷泉，有热泉，啊，边边这个地方也都是温泉，后面也都是。反正整条山脉这个地方一直到情人桥前面这个地方都是温泉，而且是最自然的、哦、那只要你用人工去挖一挖就有温泉水，去哪里找这样的一个地方？每当周末假期，这里都会吸引游客露营，享受自然的野溪温泉。我们的游客、哦、从天南地北全部都来到这边来的时候，大部分的时间他们都会在一个是假期的时间，连续假期的时间是会最多，而且是人满为患。站在我部落这边的一个想法是说，你是不是应该也要把垃圾带走啊？但是没有呢，你们就把这个垃圾啊去丢在这里呢。为了维护溪流的天然美景，族人呼吁还是把垃圾包装好自行带回家，躺在河床上的木头也不要随意
自行锯掉带走。有一个叫做情人桥啊，那就是变成是布拉鲁的一个情人桥。那布拉鲁这个地方的一个名称啊，我们翻成中文叫做百乐利。好，百乐，所有娱乐的一个汇聚的一个美丽的一个地方啊，所以这个地方啊，看到的是你看到的是也是非常的干净，非常的美丽。我希望这是属于大家很享受、非常棒的一个环境。我们来到庐山部落的下方，现在发展为庐山温泉观光的地方。目前在现场出现两个女子的塑像，一个古战场的石碑，以及莫纳鲁道纪念馆。你看看这一张这么特别的纹面的女人哈，她就是我们哈震惊全世界哈，当时雾社事件里面的莫纳鲁道的老婆啊，巴干瓦迪这个人哈，她是来自于我们更深山里面的啊，在德鲁古部落叫布拉瑶部落那边。有一个地方叫做布西达雅，啊，他是来自于那边的，所以他是德鲁古的人，啊，那嫁给莫纳鲁道之后啊，他当然就在这里。巴干瓦利斯早期来自布拉瑶部落的族人，年轻时就嫁到马赫坡部落的莫纳鲁道，日治时期在马赫坡住在所从事清洁的工作。那他以前哈？就因为这个后面它的位置，这里就是日本的那个庐山温泉，就是我们叫护士温泉招待所。好，那他们的军官哈，日本的军官都在后面洗澡这样。啊，当时莫纳鲁道哈的代代哈，他们是会到那个派出所哈招待所这边当工友去帮忙他们清理房间的啦，所以他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哈。它是有一个很重要的调和的功能。那么族群之间哈，尤其像日本人，还有我们德鲁古跟德古达雅之间哈，他们有很大的冲突是在这里。所以我们看到的巴干瓦里其实是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人，它有一个很重要的调和的功能。那对这个部落，还有对当时的日本人，都是一个很重要的人。我们继续前往马赫坡古战场方向去。它就是马赫坡的第一个部落，也就是古战场的起点。在这里立石碑，就是为了纪念莫纳鲁道爸爸故居的旧址。古战场跟你的，你是古战场啊？啊，那都是哪里？哪个地方？哪里不懂呢？哪个目的干呢？马都古。马赫坡古战场这个时候，所以我们那时候在1930年那时候雾社事件的时候啊，这个地方就是它的一个几个很重要的主战场之一啊。但是我这边写古战场是从这里开始，一直到第二个部落，然后上部落这样，所以这上中下的一个部落这样啊，这边是我们的下部落。莫纳鲁道他的故居，也就是他爸爸的家里哈。他的爸爸叫鲁德鲁黑，他们原先就住在这里，这个地方。好，住在这里，鲁德鲁黑。那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是，其实马赫坡是有三个部落啦。第一个部落在这边，我们叫做阿兰胡纳特，就是下部落的意思，也就是他爸爸居住的地方，鲁德鲁黑。那为什么要在这边立了一个石碑在这个地方呢？就是因为他居住的地方在这里，这里就有我们的祖灵都在这里啊，所以我要特别在这里就是介绍这个地方。好，再看看这位女孩的塑像，她名叫阿瓦拉柏，来自波瓦伦部落的兜达人，嫁到马赫坡部落之后，为了纪念波瓦伦部落和马赫坡部落的结盟关系，特别为他立了塑像。天你要杀心他能啊，但他那个你杀心你啊，哎，阿维拉白，哎，阿维拉白，你他妈呢？我们的这个啥东波龙呀？这边啊，阿东呢？这个啥阿维拉白？他妈呢？这个拉白丹哪米？啊，拉白丹哪？
我们现在希望能够纪念这个部落马后坡的部落，它原先就是跟我们金英村，也就是庐山部落那边的部落是它是一起的，但是庐山部落那边的人是它是属于多达的人，啊，这里是属于独孤大雅部落。这样，我们来到马赫坡的第二个部落，这里就是莫纳鲁道故居的旧址。1930年发生雾社事件之后，被日本大炮轰炸以及机枪扫射最严重的地方。我们雾社事件哈，那首里呢，莫纳鲁道的居住的地方。好，那么我们看看一下，在雾社事件当中的这一块地啊，这个地点哈，我们叫做马赫坡的中部落，也就是 Brno， 阿朗 Brno。那也是莫纳鲁道他居住的地方。那这个地方的位置哈，就是莫纳鲁道居住的地方，就是现在有水池的这个地方。啊，它的旁边就是派出所，啊，叫马赫坡住宅所。啊，所以我们看到了这个地方啊，大家再看看一下它这个整个的环境来说，它中间这个地方的这阿登布伦努这地方是在雾社事件当中被轰炸，最严重的地方就是在这里。好，那这边就居住起来就将近几百户了，就在这里。好，所以你们可以看到那个山的对面那个地方，也就是我们庐山部落，我们称之为博阿龙部落那边就有一个那个叫做炮台，它的方向就直接打到这里。然后我们再来看到对面这个地方，也就是庐山部落的这个西堡，这个德亚这个山呢，啊，那上面就有很多机关枪的一个炮，那个机关枪的一个战壕在那边，也是直接面对这里。然后再看到我们上面这个地方，哦，那这个地方也有一个一支高地啊，那上面放了很多的机关枪啊，也是直接面对这里。所以当时那时候的雾社事件，那个时候是发生在这些地方，都是很惨重的了。在马赫坡部落当中，最大的部落是这个地方，但是最惨的也是这个地方。我们继续往马赫坡的第三个部落，这是为了纪念在雾社事件中的殉难者，特别设立灵安的地方。这是马赫坡部落里面的第三个部落，也就是阿朗达亚，我们就是上部落的意思了。那这个地方也有大概有20-30户的人居住在这里了，以前的哈。那后来因为在雾社事件当中的时候啊，那个这边也全部都被列为平地了，哦，那原来在这个地方有很多那个祖先的那个灵那个坟墓了，哦，都是摆在这里了，都把它集中在这个地方来了。那后来在民国82年那个时候啊，那个乡长啊，老乡长啊，沈明德啊，他就在这个地方是说啊，为了把这些灵魂哈，哦，召集起来这样哈。哦，然后就是以这个莫纳鲁道的名称啊哈，把所有这里的那些老人的这些骨头了还是什么全部集中在这边立碑了哈，那么来让这些我们的祖灵哈在这里哈能够继续照顾我们赛德克了，这样的啦哈。他们说这个地方哦，有很多那个日本的那个军人啊，都在那边开始走路啊，就是，结果那个晚上的时候，他们会出现就，进走路啊，但是呢，前面走最前面的那个是莫纳鲁道啊，他们就看着莫纳鲁道，会随便走，哇，这个是乌德华，他们讲说这个是神明啊，他就给他命名为叫将军虎，
他们就把它当作神明了。民宿业者来到庐山温泉发展之后，就在民宿左下方设立莫那鲁道纪念馆，为了镇魂祖灵，府中摆设烟酒和开山仙灵将军符。那个后面那个很像庙的那个，是因为哈，这里有一些来这边发展民宿的平地人了哈，所以那个平地人说他有常常看到很多那个鬼啊，所以之后呢，他就在这个地方开了一个庙，莫那鲁道什么开山仙灵啊，然后呢还写将军符啊，就盖了这样的一个庙。然后呢，为什么？因为莫那鲁道是在赛德克里面的大将军啊，对抗日本嘛。啊，这个为了要镇住这些祖灵啊，啊不要乱跑这样，他们就在那边拜拜啊，哦，就盖了这样的一个纪念馆，叫做莫那鲁道纪念馆这样。这里就是过去马赫坡的猎场，整个山林都是快木林，也是族人主要的猎场。日本人强迫族人破坏猎场，还要族人伐木，透过马赫坡溪把木头运到万大水库，再运到日本，以及作为日警住在所官舍使用。我现在指的这个地方，就是以前我们马赫坡部落这个地方的它的猎场，也可以说是那个很多森林的地方，也是他们耕作的地方。这个整个都是整片都是块木林。当时那时候我们的这个莫那鲁道的这个整个的族人哈，他们在上面去砍这个木头，要把这个木头是要沿着这条河流，这条河流就一直到下去，就是我们叫做马赫坡溪，然后送到万大水库旁边这里，然后再把这些木头就是整个运送到日本去。还有我们这个各个我们在这里的他的一个整个的住宅所，还有学校的一个木头，几乎都从这里。这个霓虹啊，这个木什么红泥不贵啊？这个是不要？贵的红泥，不贵泥呢？这个能高30岁不贵啊？快木，快木岩。这个霓虹是龙大哥，可啥把米是龙大哥搞啊？龙大把煮熟啊？你还干那个锅子？很千把给乌当是不要？以前日本时代有没有？就是从底下这边，从底下这边逼到那个上面那个岩窟啊，它被一个很大的岩窟的裂开啊，莫那鲁道是不要。为了探究过去莫那鲁道躲藏在深山严峻的岩窟，我们派出无人空拍机飞到岩窟的上方，从空中看到瀑布的上方就是岩窟的范围。它那边也有平台。大平原啊，就是气候一些在赛德克的人啊，那个烟鬼啊，你好看那么怎么是毛很乱，他还要到里面去。那个烟鬼是在瀑布的上方，下来就是瀑布了。刚刚的舞马就是在呈现我们赛德克族从白石山出来，然后开始了男生要必须要学会狩猎，那女生呢就是必须要织布哦。然后你男生会狩猎很认真工作，女生会织布，然后很认真工作之后，我们才有办法纹面。纹面之后呢，我们才有办法走那个我们所谓的彩虹桥，就是哈高乌朵。对，然后我们最后那一段就是跳舞那一段，就是大家一起庆丰收，就是男生从山上回来把猎物山猪带回来之后，哎，然后带到部落去，大家一起分享猎物，然后大家一起唱歌跳舞喝酒，好。看到这群可爱又唱着传统乐舞的小朋友，他们演出祖先来源来自白石山，再看看他们学校的环境，发现大大小小的龟裂，
教育主管单位除了补墙之外，似乎再也看不到有具体的改善空间。是人工请渡盘啊，那就需要就是有专门的技师来人工量测，他们会带着特别的仪器来啊。黄色是自动的，那紧接着我们学校呢还装设了一些倾斜仪。那目前我们在后面看到的这个红色的箱子呢，里面呢有小小的仪器，那个叫倾斜仪，那个就是在测量呢整个地层倾斜的情形。那也一样呢，都是透过那个缆线自动呢传输到我们的主机里面呢，转成数字会呈现在我们的网页上希望呢这两个数据呈现的结果是一致符合的。所以呢黄色的我们还是呢一年有两次请技师来人工量测那再配合我们的自动倾斜仪这样我们的数据呢应该是会更准确才对。哦，是这个。对。请渡盘呢大概这个已经设置了快十年了，大概八年有了那最早的设置呢就是学校有裂缝的地方。早期的推测了有裂缝就有可能就是有就是等地层滑动的一个迹象。所以呢那时候最早期的请渡盘呢，人工请渡盘的设置呢就会跟着这个裂缝的地方所以在学校有五个人工请渡盘那最早期的设置呢都是找有裂缝的地方因为它最明显的滑动也是一样吗跟这个对这个呢那这个开关箱里面呢它也是一个就是自动化倾斜仪就是一个小小的机器就是自动化倾斜仪它是长这样子的这是人工的这是自动的对对对为了建立全方位的观测系统庐山国小校园设置人工倾渡盘以及自动化倾斜仪当年施工好像方向不太对后来我们就跟接受呢这个暨大教授的建议就一律呢仪器能够改成南北向的全部都改成南北向下面是一个地下水位计那时候就是凿了一个地底的大概到20几米地层的滑动跟地下水位或者地底的含水量有关系含水量越高那地层呢就越容易滑动因为我们这边的整这个地带的地质结构呢还是属于页岩含水量一多它就地层就会开始移动这个要注意地底下的水位的变化这是去年才新装设的地底的倾渡管那这个洞呢大概打了65米65米深那放了一个倾渡管一直到最下面这个倾渡管每年需要监测公司人员用仪器来量测观察每一个刻度为1米的倾斜状况最后一次修是921之后921之后呢整个这个球场呢修过一次可是很快的一两年这个裂缝又全部出现了1999年的9月，发生地震之后，校园周边的挡土墙出现多条裂缝，学校教室、操场、栏杆持续龟裂。多年来修修补补只是表面处理，但实际上并没有多大效用。两个问题，一个呢就是施工的问题，因为那时候只是表面的处理，但是可是整个的这个是如果是地层的问题它应该是更深层的问题所以当年可能碍于经费就处理表面所以处理表面呢不能完全解决问题面对操场的建设经费学校还没有正式提出申请教育主管单位是否愿意编列预算来修建校方也没有把握和信心
那我们操场这个部分是要尝试要去申请，那还没有申请，所以我们也不知道经费可不可以下来。对，原先港科大哈设置了这个，然后呢，他会透过网络啊，把资料跟讯号呢送回哈、啊、这个香港，啊，然后作为后续的研究跟啊分析判断。三个月前哈、啊，他们又来新装了这个 GPS， 啊，他们加装这个 GPS 的意思呢，就是说发现我们这边呢，有时候呢讯号回传的那个时间点不对，而且呢讯号还会出现断线情形。所以后来他们就加装了 GPS 啊，就是啊自动定位，所以保持呢这个讯号呢永远是啊对的地点，然后对的时间啊，那这样送回去的数据呢是正确的。三个月前，香港科技大学人员来到校园装设卫星自动定位，以稳定搜集资料的信号，再透过网络把正确的信号传回香港，以作为地层变化的研究。近年来，研究单位陆续在庐山国小校园四周装设自动化与非自动化的观测设备，将有助于提升学校监测地层的变化，为校园安全尽到把关的责任。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就是所有我们学校的监测的设备呢，把所有的数据通通送到这里来，啊，进来这个微型电脑里面啊做收集。每一年年底，那个监测公司啊会进来收集这个数据，那提供给技师。啊，作为最后的分析跟判读，那会最后经过技师啊签章，哎，所以作为一个正式的一个报告书。学校四周设置所有监测的仪器，把所有的数据传回到学校的微星电脑，提供给技师分析，提出报告。这个是裂缝计，然后这个 DT 的哈、啊、五个倾斜仪，自动化倾斜仪1、2、3、4、5，接着这是雨量计，这是地底下的一个哈、啊、水位计。好，再讲一次。目前这个网页的设计呢，就是绿色的部分表示呢在正常值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那如果一旦呢它有呈现出红色啊或者黄色，那表示就是进入啊危险警戒的状态。不像哈、啊、今天下雨，那我们看呢、啊、这个雨势的哈、啊、这个雨量计的变化情形。这是今天的雨量筒啊收集雨量的情形啊。那我们可以看到有时候雨势小一点，有时候就雨势大一点啊，它有这样的上下啊起伏的变化。所以我们从图上面呢哈、啊、很快就可以判读出来。不过，面对学校设置自动化与非自动化的观测设备，学校想要申请建设经费几乎非常困难，因为庐山被列为危险区域。我们的学校，我不敢说是判死刑，但是有点像判无期徒刑，就是我们目前的重建啦，都是被限制的，然后修缮呢，也是有很多的条件。对，那所以我们申请的很多可能关于校舍的那个的经费经常都是会被限制的。关于地层这个问题，他们觉得是不安全的，所以就是没办法重建，没办法盖新校舍，就会是这样的情况。校园只要有裂缝都会设置监测仪器，一旦发生大地震，这些监测数据是否能够提供学校所有人员安全撤离？有很多单位，有学术的，有政府的，都在这边设了一些仪器。那我们的学校的网页上面也是有这样子的监测的数字，
但是也有教授让我们知道说，其实如果来了一个大地震或是来一个大台风，这些数字其实都是参考用的，因为你要下去就是下去了。庐山国小到底安不安全，始终没有一个单位挂保证，也没有具体的答案，不但影响校舍建设受到限制，而有心到原乡服务的平地教师一听到庐山也就纷纷申请调职。人家听到庐山外面有一些风风雨雨的时候，他们总会觉得说我的孩子来这边教书是不是安全，所以我们近年来我们的老师的调动其实是非常大的。如果这是安全的，就是你们的监测的东西都是安全的，那是不是应该在外面给我们一个就是这是安全的地方，那我们可能在重建上面是不是可以有这样的机会，那如果这里是真的是不够安全的，那是不是也让我们知道我们到底是要何去何从。世界的大呀，世界的大呀，一呀把怒吼，一呀把怒吼。外面老师进来，我们的老师来源大概就是公费生，他们来了之后，当他们觉得这块地不是安全的时候，我想他们就算再热爱这里，他们还是会选择离开。我觉得这些其实都对学校跟社区很大的冲击。那我来的第一年的时候呢，宿舍其实真的是不够住。那我是一间校长的宿舍分成三间，然后就是一般老师是两人要共用一间。对，就是严重的不足。那当时我就是我是觉得说我还是通车好了，还是我是选择每天100分钟上下班，200分钟的通车。对，这个是在去年的4月豪雨所造成的一个路基跟路面下陷，还有一个路基的坍滑。那我们就是我们公路总局，就是在去年嘛，就被那个灾害就把它做一个修复。那目前台十线这个路段总共有两个路段，第一个路段就是90K 200的位置，啊，另外一个路段是在98K 600的位置。那我们修复的形式就是路基的部分，挡土桥的部分先把它修复完成，啊，然后钢板护板再把它建置起来。那目前就是这个地区啊，有一个那个潜在的一个滑动的现象了。那目前也有装设一些变位仪，然后去侦测它的一个滑动的情形，然后做一个记录。哎，是这样。把原来这边的土拿起来之后，往那个斜的地方，它当然会斜下去啊。你看看这个地方的地点，这个是基础啊，都没有变，还是在啊。它为什么会下陷很多？那是因为从这边上坡的那些新的土放在斜坡的地方去，相关单位在这边哈，他们在监测的时候，他说这里危险嘛，实际上是就是这个地方是新的土铺在这里，他监测的地方也是那些新的土，放下去之后它就慢慢的下去了，但是原来的这个地方的道路，这个地方的基础是没有在走动的啊。在庐山部落的道路上，看到部落青年背着紫阳木头到香菇园。刚开始他们自己摸索，后来学会了把木头打洞塞入菌种，然后用石蜡封住不能进水，然后把木头堆积用帆布闷起来让菌种发酵，洞口呈现白点之后，然后再把木头立起来，半年过后遇到下雨，再把木头倒下来让香菇长出来，为自己创造就业的机会。这个头你念你马上给他立下声的，我看得到那儿我们腻了，是我们能够参赛之一位端木菇了，这边是打洞的，我们叫打洞。打洞了以后哈，要搬到那边，他们要放那个菌种啊，那个香菇的菌种。
刚刚那个辣有没有是这种型的，然后这边煮，给它煮到融化起来。这个菌种筛完了以后，就用石蜡然后再抹，把这个不要有空隙，有空隙的话那个菌种会失效。蜡烘完之后，就是把这些木材种过的有没有完整的全部集中在一起，用那个塑胶袋闷起来，让那个菌种发酵。菌种有没有在跑？像刚刚有很大的菌种量，有在走了吗？哈，你看，像白白这个就是菌在走了，走完了以后，全部很黝黑的，给它立起来，立起来，也差不多4个月半年了没有？然后母鱼会的，有雨水有没有？母鱼看就给它倒，让它菌再继续走，那逼出香菇出来。我们这个香菇哈、哦，从采收到干燥机里面，我们以平均60度的那个温度去给它做干燥，大概6个小时左右，我们会有一个动作，就是转角的动作，把这个角转进去，转成这个样子。我们会做一个筛选，就是大的嘛，小的，然后还有中的，我们以大中小来去衡量它的价钱。香菇采收之后，必须要注意风干的温度，同时还有转梗的动作，并分类大小的香菇，才能卖到好价钱。部落的农特产品除了香菇之外，我们又继续往庐山温泉的上方，海拔2000多公尺，也是族人种植水果的地方，去体会族人嫁接水蜜桃的经验。这个是古桃苗，然后再接品种水蜜桃，再接品接生意。这个是传统的接法。这个要削一点，这个皮有没有？皮跟这个古桃苗的皮要接缝要一起。也是看老人这样做的，学一些老人的一些动作。嘎巴的，就是不要让它淋雨啊，淋雨的话哈，磨裂的，那个好暖呐、啊。门路的，它那个里面会出叶子，就把这个上面剪掉，这样就完成了。往上面的全部剪，底下的全部剪。你那个黑那个没有阳光的照射有没有？它那个水果也不漂亮。我这边的好处是吃到果园是要吃到饱，不怕你们吃。的顺的哦，要顺的。算经济了，要带出去的就算经了。希望哈，你看在外面有朋友想要吃水蜜桃的话，就到庐山云顶茶园了。这边也有公寮可以住。这边空气又好。高山枇杷园呐、啊，这边面积差不多一甲地。像这个枇杷的收成是1月到5月。像这个就漂亮了。超甜了。